靠近走，好不好？我若是看到你安尼，你会夹袂开口？我本来就是外头有爸爸，我唔是因为黄秋公无老爸，是真正惊丢水坤。我想我往那地野生，你即马赶快那地野生啊！虽然讲爸已经无伫个啊，你赶快那登去李兆归宗。阿爸已经无伫啊，李兆归宗有啥物路用？我来告诉啊，我赶快是一个好苗分。福气的鼓励，这是提供表在听话我。不是，这不是你的不对。爸出意外过身之前，伊有精神，是遐歹人走进你爸仔家修理，是遐人伤过无人性，伤过粗残啊。在台面前的时阵，我抱着爸的手。你的手是遐尼啊冰，可我伫冰房的时候，抱着你的手，完全是无共款。我到即摆，我无能承受妈已经无伫的事实。我一直认为，伊可伫冰房对待我，叫我阿坤。你尽量哭，把你心肝的所有委屈、痛苦拢哭出来。等你哭煞，咱阁有真重要代志要去做。谢哪里能这么坚强？谢哪里能忍掉你的悲伤，来安慰我？这样只想死去的消息，你想要你很痛苦，你完全无时间来经历你家己的情绪，家己的悲伤，你就替我处理阮爸的代志。还是因为只想完成进步啊。长远已经受到报应啊！这无够，这无够。都算我郑怀利伊昏心睡过，咱的子祥嘛无可能阁回来。咱永远忘不掉子祥，永远感受不到子祥温暖。我只会给子祥的好，子祥的温暖，子祥的体贴，子祥一切一切安尼就好。你敢袂记我甲你讲过，我做的迄个梦，就是子祥来找我迄个梦。在梦中，迄天的天气真足好诶，子祥。骑脚踏车载我去看风景，风在微微啊吹，一路上我那有讲有笑就快乐。然后，然后你就跟我讲，就算我无爹啊，你嘛要常常笑我。
我试过一次，我默默落自杀。伊叫我好好照顾我家己，阿姑爱照顾子婷，阿姑妈咪。那是不是能跟阿姐讲啊？我会记得咱从泰国回来度假，迄时阵直接佫吵讲哦，要来高雄耍，爸爸都来佫有子婷的，看你爸爸生得遐尔欢喜，我感觉真欢喜。我会记子祥，你上爱我个抱咧耍飞高高，大概我个抱咧。你阁会惊？讲我歹算，我歹算，叫我扛来。我一个胖嘞，伊阁牙口，伊阁要算。本来你甲抱起来，阁放来，抱起来阁放来，安尼一直甲伊算飞高高。只想讲哦，你上爱弟弟，甲伊抱来飞高高。飞高高，飞高高。阿不过，你即摆去飞去咱找袂着伊的所在。迄个时阵，都是因为郑万里。伊一直骗我，我骂我，我根本不知子祥真正状况。我对他，其实我嘛是害死子祥的凶手。你不是，你嘛袂讲，你嘛讲过迄时阵，你什么拢不知影，敢不是？我是害死子祥，佫煞来我害死我的爸爸。原来，不管什么人靠着我，对我客气。原来我就是人咧讲的天煞孤星。你不是。还佫有啊！我会飞到你的身躯边。你千万不相信，我拢留着我家己去照顾我囝，我什么拢唔惊。我到时我才知影，原来是我把我家己放了上悬，其实是因为我是天煞孤星，一无所有。所以我这些什么都不讲。张家良，你不是，我讲你不是，你有听到无？你不是，我是。你敢不知影？虽然跟我相亲的好笑，笑乱死，笑了死我头死。阿姑，可别笑你外刚笑哟，你嘛死啊！是我的好心跟我的爸爸，我都是天煞孤星。张家良，你较紧走的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即摆真悲伤、真痛苦，你感觉你无才调救爸哥自杀，所以你感觉真亏欠。啊，不过你想好清楚，你想好清楚，伊遐尔爱你，你即摆看着你安尼。一点你我一个世界，哪会当安心？到这晚你搁听无？到这晚你搁听无？只想跟我爸就我惊死。
伊是互我急死的。嘉良，为着你安全，你最好是离我愈远愈好。你嘛爱甲子婷、甲任性的美英讲，离我较远的。我无想我急死你个人啊！张嘉良，你为彭文雪讲害笑的许多英雄，你是笑的，都因为伊欺笑，所以伊才讲真心话。既然安尼，我搁较站在你的身边，我要用我的生命来证明，彭文雪讲的话拢是笑话，你根本就袂当相信。你笑啥？你讲啊！我哪里讲我是知青啊？而且我做出来你才对不起你的代志。你敢对我背水落你我只看看他过得着，你啥物留在我身躯边？我看你过去做过偌济歹代志，自你有我当差开始，我就决定要给咱的感情，搁一遍机会。你无说对我这么好，我真是害着你。你应该离我如何如何。查辛苦不在。你敢袂记？你是上八岁的时阵甲我讲过，不管我生你偌济嘴皮，你从底袂走去。只要你袂走去，我就永远惦着你的身躯边。不管你是什么款的人，我拢会惦着你的身躯边。你有听到无？你为你所讲的话后悔，袂后悔，我永远都袂后悔。